郑伊健老婆蒙佳慧近照曝光，没想到曾经长得倾国倾城的她，如今居然肥成这样，掀起尽吃。郑伊健，我爱她就够了。郑伊健，1967年10月4日出生于香港，籍贯广东阿平，香港影视演员、流行男歌手。1988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，加入无线电视，因拍摄阳光柠檬茶广告而入行，拜罗文为师。凭借《古惑仔》系列，郑伊健迅速走红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拍出了《风云雄霸天下》第一届、《九龙冰室》、《中华英雄》、《笑看风云》、《天行者》、《友情岁月》等代表作。因电影《古惑仔》红极一时。郑伊健有过三段恋情。1990年，郑伊健与邵美琪擦出了火花，那个时候是姐弟恋，邵美琪比郑伊健大2岁。后来由于梁咏琪的介入，两人分了手。但梁咏琪那个时候比较高调，还宣称并没打算和郑伊健成婚，两人性格不合，终究分了手。第三段感情，蒙佳慧，但与自己老婆蒙佳慧却是因为一起约打羽毛球而结缘的，后因性格方面两个人比较谈得来，便结婚成为夫妻。直到第三个蒙佳慧的出现，让郑伊健有了成家的想法。因为刚好遇见你，而我也正想结婚，有时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。蒙佳慧不属于那种看上去很惊艳的女人，但绝对是耐看型。法政先锋的人应该都会记起她的。蒙佳慧，她是一个长得特别清秀的香港女星，在《法证先锋》里面饰演的是一个非常正直而勇敢的女警官，而且剧中她的演技也深受不少粉丝好评。长相清秀，身材也很好。蒙佳慧真的对感情付出的好多，一年就拍一部戏，其余的时间都是在陪郑伊健，看来两人是非常恩爱的。而妻子如今已经45岁，虽然感情恩爱，但却没想过要孩子。面对媒体的追问，蒙佳慧给出的回应呢，怀孕像坐牢，生孩子像噩梦。而郑伊健也随了老婆心意，达成共识，一辈子不生孩子。郑伊健在粉丝心目中那是男神级别的，粉丝无数，他只能在日本迎娶蒙佳慧。随着结婚之后，蒙佳慧身体开始发福了不少，容貌改变不少，脸也成了所谓的大圆脸。每次出席那些活动的时，身材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。但是从此之中可以看出，老公郑伊健对蒙佳慧的很宠爱。网友们开始替郑伊健可惜，但是郑伊健却一口回应，无论他胖瘦我都喜欢。这句话一出，让所有人都无语，真的好暖心。这就是真爱的表现吧。